这个后面啊，对，这没有没有什么意思啊，这就这样背啊，要背起来。那哆哆啦，那手法比人哆，这后面常常会弹错了，很难弄。不是，他就是习惯这样子，要背一下。那哆哆啦，那手法比人哆，哈。其实结尾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打一下就结束了，这个地方。没有没有，就这样都没有了，就这样，在这边这样敲这个地方。哦，所以第四拍敲下去没有。最后一节了。就是没有嘛，就是延。节奏我教你们一下，回去练一下。这是贝斯，左手打的，咚叮当咚。叮当当，好，这样打。右手呢？右手这样敲在这个地方，敲这个地方啊。假如说这边一拍的话，这边有两个点啊，敲这个地方，敲这个地方，甚至都在旁边后面敲一下。我写一下，这边这样子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咚，你说咚，你说这个右手这个敲这个地方。然后收的地方敲一下，这个拍子很重要。这个拍子你会打的时候，以后接力把什么就很好用。接力把是比较快的，这个拍子大概是啊，这个拍子大概在140拍左右，在140拍左右。接力把的话到180拍了，所以说你在如果说这样接力把到180拍的时候，你才用这个拍子就来不及。接力把有快有慢，那这个140拍的时候就要用这个，你如果还在绷枪绷枪就太单调了，所以就要用这个拍子，咚啊咚当咚啊咚当这样，那右手练一下，回家练一下这个拍子一定要练一下。那你们怎么练呢？我以前那个他们新人，你们新人就是你们先练这个了，先练这个八小节，练这个八小节就会了。你我相信那个这边应该谁他应该也会吧，那个江啊，就是原来的班长，对，你会吧？就弹前面那个对不对？好，你来试试看。